我们又来吃姜母鸭了，大家应该会发现我们最近很常吃姜母鸭。今天是两个人的小约会，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:30，我们在阿兰姐。我们因为今天没有要拍主频道啦，所以就没有点这么多，我们就点了两份青菜，然后还有鸭血跟一个它很好吃的芋头丸子，加上姜母鸭。这刚才滚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那个汤粉，请那个汤马斯。哦，你在打 IG 哦。奥根他有要，奥根有要，最近啊，生活这边比较吵，就边吃边跟大家聊天。最近生活频道录的比较少，那其实就是因为。花比较多时间在主频道啦，就是其实最近大家也会发现，其实我们的题材有的真的是要拍摄比较长的时间，像今天下午也有一个拍摄，吼，只有大概20秒到30秒的画面，那可能2分钟有，应该没有，1分钟有，1分钟左右的画面也拍了2个小时，我就弄了很久，给大家看，这是阿兰姐。阿兰姐的汤很甜，很好吃。我们这样吃应该会饱吧？先吃不够再点，好不好？今天就是我们两个，然后坐比较小桌。很 Q。 现在你还在忙？我在打卡，我都忘记你水。你在打卡你水？你们刚刚很酷，跟大家讲，你们刚才坐到一台健车，然后超大台，是那个 T5， 然后 T5 就算了，上面还有那个，它是那种夹，就很大台，是台湾大车队，它编号多少？2928。编号2928，那个。算是也是给，就是在一些身心残障的，他是可以推轮椅。重点是算，然后那司机超热情的。先猜你发现上面啊，可以唱歌，然后司机就开始播歌给我们唱，超热情。我就是一上车我就开玩笑说，哇，有麦克风可以唱歌哦。然后司机就说可以啊，我说真的，那我要点播一首《忘情水》，他就说好哦。对，这个太小一点，滚了，可以吃了。我们家不够再点，现在看起来是还好，我们两个人而已。哦，鲜肉很 Q 哎。我刚好知道这个很 Q。好了，你好。我昨天都没发现到，然后就有那个人，就我说你今天还好吗？还好，人很好。有人打完限动了。对，我打完限动。丸子有来吗？有，放在里面。他丸子超好吃的。今天蔡玲还想要外带丸子，对，我们明天也要煮。哦，可以。对啊，嗯，明天也可以煮吧。而且彼得是这样讲，彼得不是超喜欢吃那个丸子的。哦，他喜欢吃另外一种，像是那个甜不辣的那一种。啊，对，他那个鱼，他是鱼蛋、啊，鱼，对对对，对，然后外带，不辣，甜不辣。对外带给我小三吃。好啊、哦，我付钱啊。看一下丸子，它这个芋头丸子超好吃的，真的很好吃哦，我也吃一个。我吃，谢谢。哎，你不是要给我吃，我用搓的，你就给我看。
不用，你是什么给我看？要讲清楚哦。丸子啊。是丸子给我看，还是别的东西给我看？丸子啊。今天也是忙碌的一天，我们从早到晚都是有排行程，然后现在。因为晚上还去准备明天要拍摄的东西，所以这是我今天的晚餐。你今天午餐吃什么？我有没有吃午餐？哎呦，你今天有吃午餐，差点忘记了。我们今天有吃啊。对，午餐还吃的不错。丸子，这是他的招牌，是芋头丸。最近频道流量还不错，所以我跟仙太林就觉得还蛮开心的。也是尽量去调试自己啦，就是好。为什么他通有什么东西线吧？还是你换另外一个插头看看？那个行动电源应该蛮稳定的吧？主要是线嘛。另外一个洞坏掉了。一个洞坏掉了。不确定。然后加青菜了吗？然后加青菜吗？加点青菜。先加花椰。好。因为它要煮，你要吃。嗯。啊，这么好！这是哦，谢谢。这个很好吃哎。大家都可以尝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你又被招待了，人家的老板娘很漂亮哎。你人家招待你，你才说人家漂亮，真是我跟你。老板娘，谢谢。我只认识老板，我还不认识老板娘哎。我刚刚看到老板，可是我想说今天应该没有被发现，我们就慢安静的吃，这样就好。老板非常的客气啦，其实有时候人情味也是蛮舒服的，就是招待我们一些，不是说就是一种感觉啦，真的很谢谢你们，让我们又吃得更饱再回家。老板，谢谢老板。花生，我没有吃过他的花生诶，七点花生。有的时候，就如果你家附近有人家的东西，你就会觉得无用。你跟别人讲说，你知道新店有一家超好吃。周老爸当皇叔吗？对对，就是比如说，你就跟别人讲说哪里有一个好吃的什么，在我家附近就会有一种。我在餐厅比较会吃哎、欸，如果你家附近有一间蛋黄酥很有名，你应该不会想买。蛋黄酥很有，应该是我是不会、欸。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哦、喔，我呢就是跟我妈说，妈，我跟你讲，我这辈子谁都可以嫁，我绝对不会嫁给做吃的。对。然后呢，偏偏嫁给做吃，你千万不要讲，对，就是千万不要讲说，我绝对不要嫁给什么样。我跟你讲，比苏珊就有说，苏珊有说，她说她那时候也是八十，说我绝对不要嫁给年纪比我小。卖卵供。真的是这样跟我讲，我没有乱讲，乱讲。好啦，大家真的这家真的在新店非常有名，而且又好吃。我下次就要说，我绝对不要下嫁给偶像天王。偶像什么？不要嫁给偶像跟天王。我觉得我也不是很想要娶什么林志玲啊，或者对，你不要这样讲。对，我也不是很喜欢那个什么美少女团体，我都不喜欢。对，我最真的不要乱讲。好啦，我们就吃东西了，谢谢老板。大家如果是新店人或有来新店，真的可以来这边吃，真的不错哦。拜。